有些人以为念阿弥陀佛是要死了才念的，所以很害怕，吓得不敢念佛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两位当代的大德怎么样现身说法。这是95岁的广钦老和尚，老幼皆知，他是一位正得念佛三昧的老和尚，几乎有60年的时间他都是不倒单，不倒单就是不躺下来睡觉，都是打坐用功。墨学曾经和一位吴医师去拜见他，吴医师请教他说，请问要怎么样打坐才能够打通气脉？老和尚就斩钉截铁地说，只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自然全身的气脉都打通。他平日最常劝人，念佛唔通食肉，念佛不要吃肉。这是他95岁往生前3天拍摄的照片，依然是目光炯炯，打着木鱼和弟子们念佛。事实上老和尚有相当的神通功夫，很多人都亲身体验到，但是神通并不是佛教所追求的，神通只是修行的副产品，有神通也不见得能够了生脱死。有一天有一个人提着一个007的手提箱，神秘兮兮的上山去，要求要单独见老和尚。他附在老和尚的耳边问他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神通？老和尚也很神秘的就附在他耳边跟他讲，我有吃得有通，没吃得不通。他往生的时候也还是一直打坐念佛，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念每一句佛都是清除整个生命，用全部的力气来念。他最后留下一句很潇洒的话，无来无去无代志。我们凡夫都是来来去去专代志。在大家的念佛声中，他还是盘着腿坐着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周围的人看着他的颈动脉慢慢地停下来，这是何等的安详，大家爱戴尊敬他，到连火化他遗体的火化炉大家都争着进去，感受这一代大德慈悲的温暖。男女老少几万人到山上去为他念佛，哭声震天，难得有一个人能够这么样的感动大众。熟悉的李炳南老先生，他以98岁的高龄还是上台讲经说法。在10年前墨学大一的时候，曾经第一次去听他讲经，那个时候自己听不懂，就觉得他讲不好，就这样错过好几年都没有再去听经。以后参加了斋戒学会，听到忏公师父每次早晚课就回向广公老人，回向李炳南老居士，才又发心回去听经。那一次是他96岁的时候，生了一场病，已经很困难走路，是用椅子扛着上台去讲经的。墨学看了这一幕，那整座经都是流着眼泪听的。他是一位活生生的典范，教导了墨学未改心肠人，全莲暗度人，半能光照远，不喜自焚身。他一生念佛弘扬净度法门，
教导了许多人脱胎换骨，念佛学佛。在98岁往生前三周，他还去放生，非常的自在啊。欲知时至，手拿着念珠，在大众的念佛声中，安详地回到西方极乐世界。直到现在，我们都还深深地感怀。相信学长在清凉山会发现，这是最佳的生活艺术。一切由心地中净化起，美化起。斋戒的生活让我们练习，在每一个心念中都爱护一切众生，一切由慈悲出发。遵守戒律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由自己内心的污秽中解脱出来，走出自私的圈子，和佛菩萨的心打成一片。比如说，原本一早我们可能都懒洋洋按掉闹钟，而在这里我们一起床就发愿，让一切众生的智慧觉醒，而开始一天正觉的生活。睡眠时故，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布十方。下床的时候就想保护地上的生物，请他们回复，若于足下丧身形，愿汝及时生进度。不漱口就发愿，漱口莲心净，闻水百花香，三业恒清净，图佛往西方。一洗手就发愿，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清净手数值和以水灌掌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。当时戒律默学感动的是，连大小便的时候都要发愿，愿一切众生把内心的贪欲、愤怒、愚痴都像解大小便一样的解出去。大小便时当愿众生起贪嗔痴，捐除罪法。这是何等的美好！老实说，我们上了几十年的厕所，何尝有过这么美好的心境？只有大智慧的佛陀才能这样教我们。拜佛的时候，观想一切众生都在光明中，所有的忧恼都解除了。本来在练武功的人来说，趴在地上的姿势是最危险、最容易受到攻击的。用斋的时候就要发愿，一切众生以禅定的喜悦为食物，生命中充满体验真理的欢喜。若饭食时当愿众生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。假如能够体验有人正在受着吞咽如刀割的痛苦，有人插着鼻胃管灌东西，或是在肚子上开了一个小洞插管子来喂食，那么今天学长们能够在义德寺的斋堂朗声地唱着供养偈，吃着粒粒虔诚的饭菜，是不是会充满了感恩呢？但愿这来自十方辛劳的食物能够开启我们心中的大智慧，供养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能够促进我们的实行力，让大恨
普贤菩萨，能够发起我们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，供养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能长养救苦救难的悲心，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佛教我们从早上到晚上，在每一个境遇每一个动作中，都包含一份对大众深深的关怀。第一次上斋前才感觉自己冤枉活了20多年，从来不曾活得这么幸福。但愿每一位学长都能细细感受这份喜悦，把这喜悦带回去给周围有缘的，同享出污泥的美，同享生时丽色莲花，此时美如满月的庄严。请您回首仰望灵山，请回首仰望灵山，仰望这不可思议的山。不论夜是多么黑，师父悠远的叩钟声将会越过重山，再再唤起我们沉沉的昏昧。